有什么话你放开手再说。我做的今天这步真的很不容易，我需要这个工作，我怀孕了，我以后还得养孩子呢。你千万不要让战总开除我。所有的处置都是公司的决定，我无权干涉。你到底怎么样才能原谅我？你真的不要找我？难道你真的不能让我养这个孩子吗？啊！给社清楚，这好好的人去上班，怎么回来就成这样了？你是真把我没当成你随便蹂躏的小员工了是吗？姐，您误会了。哎，慢一点，我坐下，小心一点，别坏了。南贤，之前的案子刚结束，以为就能了事了，结果又摊上一个这么大的麻烦。哎，而且他偏偏选择在这个时候跑到杜欣桐家里，不就等于是顶着脑袋去挨骂了吗？ 知道你此时的心情一定很不好，但是你总是要长大的，不要遇到了问题就永远躲在你的壳里边。